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去年，也就是民国111年的1月，国道3号九北高雄燕巢的路段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，有一台连接车车轮凸起飞出去，撞到一台修理车，结果修理车的驾驶受到重伤，坐伫副驾驶座的太太是当场死亡，连接车的司机洪勇过失致死罪来起诉。高雄桥仔头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，这驾驶要驶车进前有检查车，事故发生的进前也有去换过车轮，所以伊无罪推定的原则，一审是甲判无罪。伤亡者的家属当然是无法度接受。救护车一路驶到前景，将患者紧急送往病院，严格现场已经有人过身。代志都发生在111年1月期间，一台连接车经过国道往北384公里外，正平的头前轮脱去，去撞到往北车道一台修理车。修理车车顶规个严重冒泪，驶车前的驾驶是重伤，副驾驶座过后当场过身。事后连接车的驾驶洪一照过失致死罪起诉。高雄桥头地方法院法官认为，驾驶在驶车之前已经有尽车辆的检查义务，事发当时也无处理适当，而且经过专业的鉴定，事故之前车辆曾经送修换过轮仔，并无其他证据举证驾驶过失致死罪。以无罪推定的原则，一审判连接车死亡的驾驶无罪，是讲安尼判决，互伤亡者家属无法度接受。律师讲，这个罪责可能会算在维修技术的身上。并未落实正确安装方法，以致轮胎脱落，此部分技师是否设有过失责任，已在另行侦办调查。记者找其他修理车的师傅，讲到驶车时阵轮胎脱去，有可能就是轮胎螺丝出问题。你为啥螺丝慢出来，慢到剩长去吼？伊就会啊会长去啊。师傅提醒，定期保养或者是换轮胎时阵，轮胎螺丝嘛爱特别注意。若是有新鲜的状况，就爱马上处理。那这件案件，伤亡家属后续可能会搁再提起上诉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